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。湖南菜，这是我们老乡开的一个餐馆，前天做了200个平方左右的地板，看一下，已经做完了，漂亮吧。现在是午休，可以了。好吧，啊，这地板。这边是旧地板。旧地板铺的，铺的，这边是新地板铺的，看一下，哦，这件还没铺了，这又是餐厅又是公司，哦，这搞好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东西的吧？还有配件、提出线的模式咋样吧？有线在那里。哦。哦，这里面还有餐厅，哦哦哦，哦，哦，这个地方破了。